折的爱情故事。那么首先我们采访一下新郎，你痛苦吗？痛苦。那证明你曾经深爱过他。你难过吗？甜蜜的钻戒摘下来，彼此退给对方。来吧，一起扔到时光的屋檐里，一起扔进大海，从今天开始。来，来一起向大家展示吧。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婚姻中的危机，有人说三年。我们有请一位曾经的恋人，曾经的夫妻，今天的旧人，或许是今天的朋友，来到我们的舞台典礼之上。来，有请所有的人退席好吗？欢迎来到今天您看到的呢，只是一个秀。